市长黄敏惠黄市长啊，嘉义县长张花冠张县长以及立法委员陈明文陈立伟，感恩释放第一门的骑马炮。第一门骑马炮，依照咱山菜悠悠骑马走，顺利圆满来进行，掌声感动的，谢谢谢谢。来，麻烦县长先退一下，吼，先退一下。啊，因为这骑马炮吼，伊的威力足大吼，麻烦一下注意自身的安全，谢谢。来，请点燃第一门骑马炮。